上进来吗？那腰部腰不动的时候，你觉得要找谁？对，那你们是老师，他叫魔鬼三，这个长长的。不要的话就会受伤。没错。脚下来地板，自己好吗？我的家，你刚先进去。哎呦，这个前面的家，这外面的哥哥有跳过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天天你念一次，刹车。啊，刹车，刹车可以坐。老师，那个老师啊，是不是在动？